清明连假将届，为防治酒驾及交通事故发生，本分局规划交通大执法，尤其琉球乡当地没有设立交通号志，来往游客众多，行经路口都要特别注意，行人慢看停，路口停看停及防御驾驶。本次大执法不重告发件数，而是以宣导及取缔并行，对未戴安全帽等交通违规，提醒骑士应戴好安全帽，并请乡民及游客配合，以减少交通事故。令酒后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多利用指定代驾及搭乘计程车，安全返家。